边这首歌呢叫我在罗平等着各位朋友，叫我在罗平等你。聊天，好的，感谢。那也是咱们云南确定的壮族布依族在三月三的活动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节日的当天啊，我们的民族妇女呢，她们都会把那个糯米，白色的糯米，用五种植物的汁液染成不同的五个颜色，哪五个颜色？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五个颜色？红。别看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但是它是用纯天然的植物染料，比如像花、叶、根，用它的汁水把糯米染成不同的颜色，白色、黑色、黄色、紫色和蓝色。对啊，五色花米饭在我们前边的曲靖的展台
有所展示。那待会儿节目完毕之后呢，大家也可以现场来参观一下什么叫五色花米饭。那么在节日的当天呢，他们会把这个五色花米饭呢摆上贡品，祭祀祖先，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风调雨顺。好，在这里呢，我们也把一个从来自云南的一个小礼物送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好，不知道会是谁获得今天的幸运包装的欧宝。一二三，好，一个小礼物送给你们。谢谢你们的参与，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布依族舞蹈染花饭，有请。我
壮族的情景舞蹈，然后花饭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水边民族，就是布依族。是的，布依族是中国西南部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在咱们曲靖生活的布依族啊，就占了云南省布依族人口总数的80%左右。好，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这个舞蹈呢，就是咱们布依族的一个宗教祭祀性的舞蹈。咱们布依族呢是崇尚自然，崇尚祖先，而且呢他们相信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是的，在很多的节气当中，或者是天有异象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跳起这个舞蹈，以祈求来年也是风调雨顺、驱灾避邪的一个目的。没错，这个节目在2004年的时候列入了咱们曲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样一个原生态的彝族祭祀舞蹈——马郎舞，有请。
打个广告。好，欣赏完了布依族的传统祭祀群舞蹈之后呢，要来给大家介绍一种生活用品。这个东西呢，在咱们云南的很多家庭当中呢都会有。都说这个艺术呢是来源于生活，并且呢高于生活。在我们舞台上呈现给大家的这些节目呢，都是我们的编导经过了加工提炼以后呢，把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一些情景展示在舞台上，让大家感受我们的民族风情。那么我想让大家来猜一猜，现在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有个什么用处，是怎么用的，有没有小朋友都知道，你见过是吗？哦，你见过是吗？这个呢是在咱们云南的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个水烟筒，是竹子制作的，中间的是空心的，然后呢在中间的注入水，在已婚的一个家庭当中呢，男人在这儿抽烟，女人呢给他上烟，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家庭的和谐和睦相处。但是如果是未婚的青年男女的，如果是女孩看上男孩之后呢，他就会给这个男孩上烟，这样的话一来二往之后呢，就会产生一段浓烈的炽热的爱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段烟袋上的爱情故事。接下来请欣赏彝族舞蹈《烟之恋》，有请。
好，接下来呢还是要来继续说说咱们刚才的这个民族，就是彝族。我想经常出门的朋友或者是去到咱们云南的朋友，只要一听说彝族，最多的介绍的就是能歌善舞，是吧？生性热情好客，是吗？还有一句话你们听过没有，有嘴巴就能怎么样，就能唱歌，是吧？有脚就能怎样，有脚就能走，就能跳舞。还有一句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是吧？喝酒的时候都是用碗，因为他们的性格比较豪爽了，吃肉都是很大块的，生性豪迈嘛，对吧？啊，我想大家听到的最多的也就是这样的介绍咱们的彝族了。那么接下来呢，也要为大家送上一个彝族舞蹈，也是一个传统的祭祀性舞蹈。这个舞蹈呢，也是在2014年被评为了咱们曲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起来欣赏彝族舞蹈《阿罗记》，有请。
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各位游客朋友们，好，在曲靖云南曲靖民俗风情展演活动傍晚场的演出到这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呢，我们要衷心的感谢现场所有驻足围观的观众朋友们，给予我们的热烈的掌声，也要感谢所有台前幕后辛勤工作的工作人员，再次感谢你们的热情。好，祝福所有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阖家幸福，旅途愉快，再见。再见。